中午的12点钟，啊，社长再三劝我们的会员，社长，每个月，啊，这个都很了解539的走势，现在539排师已经稳定，每个礼拜固定中3期以上啊，这个礼拜啊的已经连续中了2期，从上个礼拜六、礼拜一已经连续中2期。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539的会员们，3年前社长报给一个客户4只中4只啊，社长是凭实力啊来的卖牌赚钱啊，我们是做539的名牌，你不赚钱你没办法分到我吃红的钱，我白做工有屁用，不如不要害人，因为我是有33年的经验啊，539有13年的经验，你一直在那边犹豫，没有信心，没有恒心，我帮你已经赚了那么多的钱，你也参加了那么久，你还对我有怀疑，那真的是很遗憾的事情啊。那个这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啊，凡是会员要重新加入啊，重新加入，押金2000啊，每次吃红新会员一律2000，新会员吃红一律2000，全是2中1吃红2000。